请掀开经本，主方神寄送最后的一首：佛语往昔修诸恨，无量诸多悉圆满，大慈哀悯利众生，此便有神之解脱。这是周边游览诸法身，在长行里面我们读到的他修学的法门是所作事皆究竟，生一切众生欢喜解脱门。在这个一大段当中，主方神就是从事于教育的工作者，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非常明显地教导我们这一类的众生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他们都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教学啊，在印度像释迦啊，像婆罗门、瑜伽、梭伦，那么在中国啊，像孔孟啊，像这个老子、庄子、诸子、百家，他们的主张都是有教无类，也就是说不分过界。我们知道在古时候没有像现在这种大一统的国家啊，都是小国啊，大国方圆百里啊，我们在中国古书上常念的百里侯啊，啊，相当于现在的县市长。小国家呢，二三十里啊，他所统治的这个面积只有二三十里方圆，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啊。中国到秦始皇才真正统一啊，所以在古代这个好的老师教学啊，学生不远千里而来，来求学的。所以在教育上呢，绝对没有国家的界限，没有种族的界限，也没有宗教信仰的界限啊，只要肯学，只要好学，老师没有不认真教诲的啊，这就是现代所说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那么在中国，近代的中国啊，不是过去的中国，过去的中国我们看看十善业道经前面有一篇序文，雍正皇帝写的啊，上谕
从雍正皇帝这篇文章来看，我们就晓得儒释道这三家的教学啊，在清朝初年还是社会教育，教导社会大众啊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啊，和平是中国古圣先贤教育的宗旨。它的内涵无不是孝亲尊师。所谓是内圣外王之道啊。外王就是和平啊。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。内圣就是内觉啊，圣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通达明了的意思啊，对宇宙人生真相明了通达的人就称为圣人啊，称为神人，在印度称为佛，称为菩萨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神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通达明了啊。主方神对于教学这些道理方法通达明了，世间第一等的好老师我们就尊称为神啊，神圣啊。孔老夫子通达明了，孟夫子通达明了，我们尊称他为圣人啊。印度人称佛就是圣人的意思，所以他不是神仙这些名词的含义我们总得搞清楚搞明白，才不至于迷信啊。佛教变成宗教，现在我们在这个香港看到的是儒也变成宗教了啊，香港有孔教啊，也变成宗教了这种转变是好是不好很难讲啊。如果是像民国初年欧阳靖吴先生所说的宗教是感情的，要有宗教的热情啊，宗教总不免迷信的，那圣人的教诲变成宗教，这是贬低了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所以欧阳大师讲，佛教不是哲学，也不是宗教。
他的结论是二为经世所必须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世间人必须要学习的。他不是宗教，他也不是哲学，他是什么？生活的教育。儒家讲的生活教育，道家也是生活教育，佛家还是生活教育。这是儒释道三家的本质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他们的教学虽然有同意，我们可以说大同小异，可以相通啊，可以互助啊，彼此互相做注解。古德讲佛经，常常引用道家、儒家的来解释。儒家讲学也常常引用佛经来解释。学说它是开放的，它不是保守的，它不是专利的。视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所共有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多元文化。诸方神这个十位大德的表法，第一位遍诸一切，最后给我们讲周遍游览。这不就是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吗？释迦牟尼佛在世周游五印度吗？哪个地方是他教学的场所呢？无处不是，无时不是，不是啊。华严经的表法，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七处九会也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世尊讲华严总共是九次，一会就是一次。处所呢，七个不同的处所，七处九会。唐朝李长者，他著的《华严经》叫《合论》，《华严经》《合论》，他老人家的说法了，是十处十会。那个意思讲得好啊，十代表圆满，十代表一切。佛讲华严讲了多少次？圆满的。再想哪些地方讲呢？无处不讲，无时不讲。这个表法的意思很圆满啊。所以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，真正体会到圣贤人教化众生的意趣啊。遍诸一切，无处不住，处处是道场，处处是教学的场所啊。
啊，最后到周边游览。所得所作是皆究竟，这一句话是讲的有始有终啊！啊，第一位主，这个主方神是普救护啊，最后是所作是皆究竟，你看看有始有终。啊，古人常常感叹我们世间人做事有始无终。这是真的。古往今来，只有大圣大贤有始有终啊！弥补有初，先刻有终啊！这两句话，把世间人说尽，佛法的教学真正所谓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佛的心对一切众生念念不忘啊。佛的眼照见一切众生，时时刻刻关怀你，照顾你，他在等待，等待你肯接受，他就来了。啊，诚心诚意，祈求解脱。这一念真诚的，就感动佛菩萨，来帮助你，来教你。你的真诚不足，佛菩萨不来。为什么呢？来了没有效果。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我们仔细观察，他在一生当中所做种种活动，至少有一个人成就，那一个人呢，就是根熟的众生，他就是为来教他而来的。啊，其余有很多曾经跟过他的人，但是没有成就。啊，但是那都是种了善根了。啊，佛菩萨不是为单为他来的，是为那个有成就而来的。所谓佛师门中不舍一人。啊，这些有缘分
接触到佛的，认识佛的，也是过去生中有善根，善根不成熟，都得利益了，也都得好处啊，绝对没有空过的。那么这叫普度众生。佛如是，菩萨如是，历代祖师大德无疑不如是。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都应当明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抓住学习的机会，我们才能成就啊。学习的机会要不肯抓到啊，我们这一生空过了。为什么有许许多多人很想学习而不能成就？原因没能够弃儒啊，也就是说，虽然学习啊没有得到真正的受用，法喜生不出来。世间暗谚语常说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。真正遇到心里欢喜的事情了，后精神都出来了。论语第一句话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，那个越是欢喜啊。可是你想想他前面这句话，学而时习之，后头才不能不亦说乎啊。你学学了怎么样呢？学了你没有落实啊，习就是落实啊，你才能生欢喜心啊，你才能振奋精神啊。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普贤菩萨，你看在十大愿王末后一句，每一愿末后一句，无有疲厌，他不会疲倦，他不会厌烦。为什么呢？学而时习之，完全落实了啊。我们一般人学东西学久了就讨厌了啊，疲倦厌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学习功夫不得力，是这个现象。如果功夫得力，自己真正得受用，没有不是精神饱满。我这次在香港，有个同学告诉我他确实是感到身体很疲倦的时候，跟一些朋友们在一块，朋友们向他请这个请教佛法，他给他们讲，越讲越有精神，
讲完之后啊，这个疲倦毛病什么都没有了啊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体会到，哎，他说法师讲经啊，不会疲倦，不会辛苦啊，他在这里悟出这个道理。他怎么悟出呢？学而时习之，哎，他练习一次，他体会到了。啊，所以有很多人说，法师，你讲经讲这么些时间，讲这么长啊，啊，每一天天天在讲，很辛苦，很累呀、啊。他错了，最快乐的事情是在台上讲经。啊，一点都不累啊。最快乐的事情听经，啊，我喜欢听经啊。过去追随李炳老十年，啊，十年当中李老师讲经，我没有缺席过一次。啊，我是常随众，他到哪里去讲，我都跟到哪里，一堂不缺，聚精会神，精神饱满。啊，老师能觉察了，他在讲台上看看这些学生哪个有成就，哪个没有成就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汉朝时候马融教学啊，学生很多啊，他就看出郑康成这个人一定有成就啊，被他看中了，果然有成就，郑康成超过老师啊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他听讲的时候专心，我们聚精会神专注啊，从这地方看出来 看出学生懈怠懒散，这个学生不可能成就，纵有成就也不会有什么大成就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观机施教啊，我们今天读他的这一首赞颂啊，佛语往昔修诸恨，啊，这个字念去身，他这里圈了一个圈，念去身，念恨，当作动词讲啊，不做名词讲，当作动词讲，认真修行啊。啊，佛是个圣人，圣人也是凡人做的，他在没有成圣人之前跟我们一样，也是凡夫一个，但是他肯修行啊，修是修正，诸恨那是讲许许多多行为也说不尽呐、啊，但是佛把无量无边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啊，
身与意，身体的造作，造作再多都叫做身业啊，身体造作的。口里面的言语啊，口的行为，起心动念的意的行为，行为无量无边的，不出这三大类。这个三大类的行为如果有错误，我们要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啊，修正也分三大类，第一类转恶为善，啊，把我们不善的行为、恶的行为转变成善的行为，这修正啊。第二一类呢，转迷为悟，啊，第一类是从事上讲的，第二类是从理上讲的，啊，转迷为悟。第三类是从心上讲的，转凡成圣啊。这样教学了，有始有终啊。啊，正如佛在大经上讲的，众生不成佛，我不成佛。啊，帮助众生证得佛果，成为大圣大贤，这个教学才算是圆满啊。啊，如果不能帮助众生成大圣大贤，这不圆满。可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为大圣大贤要很长的时间，不是一生一世啊。所以诸佛菩萨的教学是生生世世，哎，他行，他有能力，为什么呢？他超过生死了。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超越时空了，他能做得到。啊，我们做不到。啊，我们很想做到，那首先我们要做超越时空的这个修学法。啊，佛给我们说得好，时空的界限，时空的障碍从哪里来的？怎么形成的？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法界唯心所现呐，时空唯识所变。识是什么呢？总不外乎妄想分别之处啊，妄想。落在阿赖耶识里面，变成习气种子。
啊，我们中国人常讲吉习，吉习是阿赖耶。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第七莫那了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根源了，从根本上下手，简单容易，效果显著啊！我们要突破时空，突破界限，六道的界限，十法界的界限，一真法界里面还是有界限。佛教导我们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突破了。佛不令法，佛是把他所证得的真的叫活盘托出，一丝毫的隐瞒都没有。都交给我们了，都展现出来给我们看了，我们看了听了要觉悟啊。但不觉悟怎么行？觉悟之后啊，你要肯真干，我们才有突破的可能。如果你不觉悟，你不肯干，你这一生必定是空过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把你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佛在经典上讲的殊胜功德利益，你这一生没有分啊，等来生话没讲错，你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你来生还能得人生吗？你来生还有机会呀，遇到佛法吗？啊，你来生还有机会遇到这一个法门吗？难了，太难了。如果我们这一生造作的业是不善的，来生在三途，三途的果报太可怕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三途？时间是论劫来算，离开三途纵然得人生，多半是愚痴愧色啊！为什么呢？带着三途的习气，所以变成是头出头没啊，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
这个事情麻烦了，这个事情可悲呀。啊，所以得人身，六根顽聚，啊，完善的居处，耳目聪明，头脑清楚，很不容易得到啊！你要具备这些条件，遇到佛法，你才有可能成就。这些条件里缺一条都不行，都产生严重的障碍。啊，头一句话了，把佛抬出来。啊，佛过去生中认真修行，我们要效法，要学习，这叫学佛。啊，无量诸度悉圆满，这一句是说佛修行的成就，这是自利心啊。先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能向好，而后才能够帮助众生。自己不能成就，要想帮助别人，佛常讲无有是处。啊，无有是处这句话，用今天人来讲，没有这个道理呀。啊，自己没有成就，想帮助别人，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就不可能呢。所以我们学佛，首先要自立。啊，诸度这两个字说的是什么？是讲修行里面略举几个例子来说，佛教菩萨修六度，啊，就是六种度自己的方法了。啊，华严经用十表法，所以华严里面讲十度，这个十是代表大圆满，所以此地的诸度啊，就是讲的十度啊。十度为什么讲无量呢？每一度里头又居住十度，这就变成一百了。这一百里头，每一条里头又居住一百，辗转的变换就无量无边的无量诸多啊。我们为了容易体会其境，还是把它归纳为六度。啊，六度是布施、持戒、
忍辱精进禅定般若。前面六种是四，最后一种是理。理，这个四里头有理，四圆融了。理里头有四，理圆融了。啊，理四圆融啊。啊，有理没有事，理不圆融；有事没有理，事不圆融。一定要晓得，理事是一，不是二，不能分开的，分开就错了，不觉了。世间人常常把它一分为二，所以一生的造作都不圆融。我们看到的太多太多了，只有真正觉悟的人，理事圆融。不施是四，无论是财布施或者是法布施，乃至于无为布施，不着相是理呀。这样才圆融啊。布施的事非常认真努力去做啊，做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心里头干干净净，痕迹都不着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，这就圆融了啊。做了一些善事，念念不忘，这着相，这是寺里头没有般若之力啊，他得的是福报啊，是福德，不是功德啊。如果做了之后不着相，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，不着我能做的相，也不着我所着的相，这是智慧啊！能说两边都不着啊，这是什么智慧？自己的心永远安住在大圆镜中，啊，永远安住在真性之中，《金刚般若经》上讲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永远安住在无住之中啊。无住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遍住一切，他不住在一个地方啊，遍住一切就是无住。心跟虚空法界永远融合成一体，真心啊。
妄心有住啊，真心无住；妄心有执着，真心没有执着；妄心有分别，真心没有分别；妄心有妄想，真心没有妄想。用真心呢，就圆满了啊，理跟事都圆满了。这个道理很深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。但是它有真实的受用。这个受用就是佛在经上讲的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。这两句话我们常听，究竟怎么个乐法？不是凡夫境界，凡夫永远想象不到啊！祖师大德常常讲啊，清正方得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入这个境界，你怎么会得到？你要想得到是，你一定要入这个境界。不如不行啊。要想入这个境界，那还真修行啊。那修行把障碍除掉。古大德常讲啊，但除妄想啊，切莫迷真。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只要把妄除掉啊，哪些是妄？想是妄分别是妄，执着是妄啊。再细说呢，八十五十一心所，二十四个不相应，全是妄，全都是妄想啊，妄想分别执着。十一个色法也是妄，为什么？那是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些通通叫有为法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呐，了不可得啊！所以我们即使能把妄除掉了，真它就现前了，不要再去找真了。要找真，那又起了个妄想。真就不可得了。所以淡除妄想，切莫迷真。妄没有了，真就现前了嘛，那就是真嘛。眼前没有一法不是真，眼前无有一法不是真，真正就现前了啊！无量诸多皆圆满啊！我们要修圆满的布施波罗蜜，要修圆满的持戒波罗蜜啊！要修圆满的忍辱波罗蜜。
乃至于精进禅定般若，这在此地举这么几个例子说，每一句话的境界都深广无尽，自度之后一定要发心度他，大慈哀悯利众生啊，周遍游览，为什么？就为这桩事情。啊，大慈大悲，哀悯一切苦难众生。众生苦难在哪里？不是他没得吃，不是他没得穿。世界富贵人也不少啊，他的灾难跟贫穷人无二无别啊。最严重的灾难是什么呢？是不觉悟，迷惑颠倒啊，这是大灾大难呐！啊，富贵人这一生享尽了他的福报了，来生到三途。往往富贵人造业比贫穷人造得重啊！啊，不要说别的业了，单单讲口福。富贵人一生讲求饮食啊，多少生命供养他，他所杀的这些生，所吃的这些生命绝不是白吃了，因果中说吃他半斤，来生要还他八两，一定要晓得冤冤相报啊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决定不肯吃众生肉。为什么？我们决定不愿意啊，人家来杀我们，吃我们的肉。晓得事实真相啊，立刻就会设身处地为他想啊。啊，他今天要杀一个鸡来吃，想想如果我是这个鸡，今天要被他杀了吃，啊，我作何感想呢？啊，我不愿意人家杀我。我就晓得我不应该杀别人啊，我不愿意把这个肉给别人吃，我今天不能吃众生肉。贫穷的人想吃，没有能力，没有福报，我这一生呢
可以说非常幸运。年轻的时候生长在农村呢，贫穷落后啊，一个月能够吃到肉大概只是一两次啊，乡村里面年成好啊，丰收日子好过一点，一个月可以吃到两次肉啊，催收啊，村庄小市镇里杀一头猪啊，杀猪的时候他们选择在很高的树，这个树上啊挂一个幌子啊，让这个很远的小乡村里面看到，哦，今天树上挂了一个幌子，晓得那个地方有肉买啊，到那个地方去买个四两肉啊，买个半斤肉半个月一次啊，如果年成不好大概一个月杀一头猪啊，一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啊，啊，天天吃肉那是哪几天呢？过年的那几天，大概从腊月三十啊，一般到初七啊，年成好的时候呢，可以到元宵节就收。这个几天呢，大概桌上每一天都有一点肉。过年啊，平常哪里有啊？啊，所以杀生的机会少。啊，到我们成年了。生活在台湾，台湾也逐渐一天一天富裕起来了，每一天都有吃肉的机会了，我们学了佛了，选择素食了，这一生呢，跟众生借的这个恶业的缘逐渐逐渐断了。如果我们不学佛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啊，单单就是饮食跟众生结的冤业，麻烦就大了。啊，年轻的时候贫穷，想吃没得吃。啊，到生活环境的时候可以吃了，知道不能吃。啊，晓得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佛菩萨救了我们呐！啊，度了我们呐！让我们明了不能跟众生结怨仇啊，要与一切众生，这是包括一些动物啊，乃至于蚂蚁，我们跟它都要平等对待，要和睦相处，要互相帮助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啊，把我们的思想行为完全改变了。
这好事啊，心开意界啊，物质生活在一般世间人看到我们过得很清苦，而实际上呢我们过得非常快乐啊。回过头来我们看他每一天吃这些大鱼大肉，我们看他很苦啊，很可怜啊。苦在哪里呢？第一个，跟众生结下了深仇大恨啊。第二个呢，这个饮食不健康糟蹋自己的身体，给自己带来了许许多多疾病的机会，病从口入啊。在深入的观察呢，不知道爱惜自己身体啊。身体是一部机器啊，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特殊的功能，它的功能都是有极限的啊，超过极限不胜负荷，我们讲生病了啊，它受到伤害，缩短了它的寿命。这些道理世间人往往疏忽啊，只凭一时的意气啊，所以我们常讲不知道自重自爱啊。佛陀在世为什么选择日中一时？这懂得自爱啊，懂得保养他的身体啊，绝不让自己的器官超过负荷量啊。我们说的更这个通俗一点，不让他超过工作量，他才会健康。他才会长寿啊！超过工作量是错误的啊！你要懂得爱惜他，要懂得保养他啊！佛经里面的教学教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说个实实在在的话，生活教育，从生活当中啊求觉悟，把你的悟性不断向上提升啊，从人道提升到天道，从天道提升到声闻，到圆觉，到菩萨，然后再提升到一真法界，不断向上提升啊。提升到一真法界，这算是成就。
提升到四圣法界，还是相似的成就，不是真正的成就。啊，提升到一真法界才是真正的成就啊！有没有人做到呢？有，还不少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啊，禅宗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提升到真实的成就，啊，提升到一真法界，啊，教下讲的大开圆解，我们净土宗讲的一心不乱，啊，理一心不乱。真实成就，可见的这个事情是做得到啊！啊，谁真的理一心呢？我们在祖师传记里面看到的，慧远大师真的了，他在念佛止境的时候，也就是入念佛三昧耶，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理一心不乱的。啊，古人能做到，今人也能做到。为什么不能做到呢？妄想分别执着不肯放下，你就做不到。啊，他们为什么做到呢？没有别的。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。放下了就真的。放下了就做到了。佛在一切大乘经论里头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执着，你就超越六道了。啊，放下世出世间一切分别，你就超越十法界了。放下世出世间一切妄想，你就超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圆满证得佛果了。这个话说的简单明了啊。凡夫成佛，真的是世尊一语道破啊！换一句话说，放下一切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；放下一切法的分别，你就证菩萨果位。放下一切妄想，你就证如来果位。麻烦就是自己不肯放下嘛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这不是佛菩萨辨识，是我们自己这边的事情啊。啊，所以这一首偈里面头一句啊，修诸恨就是放下。
圆满住波罗蜜。圆满住波罗蜜，实在上说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无障碍法界。无障碍才圆满，有障碍就不圆满了。啊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叫大圆满。自己若无障碍，那你就可以全心全力就帮助一切众生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障碍了，你不会被境界所转。啊，我们一般讲呢，你经得起诱惑，你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你有能力不被他们所动，不被他们所诱惑。他们住五欲六尘，他们住贪嗔痴慢，你住在如来三昧之中啊！念佛人说：“我们住念佛三昧。”念佛三昧，三昧中王啊！所以我们可以不受世间一切诱惑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所以才能够彻底放下。这得真自在了。帮助别人，解救别人的苦难，帮助别人觉悟，帮助别人也能够了解事实真相，也能够像诸佛菩萨一样得大自在。无量寿经讲的三种真实：真舍之际，这是讲事实真相。住真实慧，慧于众生真舍之力。我们跟一切众生接触，带给他的真实的利益了。可是自己要不能够如真实之际，自己不能住真实之慧，
你对一切众生就没有办法给他真实的利了。先决的条件呢，是自己要具备前面两个真实啊，后面真实之力那是自自然然就现前了。而这三种真实里头的关键，我们从哪里入门呢？从住真实会入门。住真实会呀，才能够其如真实之际。这个话说得容易，做起来难。难在哪里呢？还是难在业障习气太重，这都放不下嘛。我初见张家大师头一天见面的，他老人家叫我看破放下。想想那一天，我26岁，整整50年，半个世纪，我究竟放下了多少呢？我看破了几层呢？老师对我的教诲，我要不能够做到，我对不起他了。我遇到他岂不是白遇到吗？那一天我向他请教成佛的方法，他就告诉我这6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请教他从哪里下手，他给我讲布施。布施就是放下了，万缘放下了。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众啊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提起正念，这样就能够与阿弥陀佛相应，就能够得生净土。由此可知，一切障碍，总而言之就是放不下。果然能放下，所有障碍都断尽了。圣贤的教诲就达到圆满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一段主方神介绍圆满了。从这个以前我们都是讲的比较详细。每一堂课1.5个小时。或者2个小时，都是讲一段，一句一偈，有的时候一偈一段呢，讲2-3堂课也有的。这个细讲呢，就到这个地方结束。往后我们每一堂课要讲一个大段。像底下主空神常行设法，我们一堂课要讲圆满。那个偈颂呢，
我们也用一堂课讲圆满。啊，这样的预计，我们这部《华严经》三年可以圆满。啊，如果还是一句一句的细讲啊，我们想到30年都讲不完。啊，这不是办法。啊，所以细讲呢，讲到这一段呢，也可以说，讲的不少了。同学们，这个足够啊，作为自己修学讲经的参考。所以后面呢，我们就不能这样细讲，啊，但是还是比一般讲经啊，还来得详细，啊，那有重要的地方，我们就多说几句，啊，能够啊，这个体会浅显的地方呢，我们就是轻描淡写，带过就好了，啊，这是我们讲经的方法有一个很大的。转变啊，在此地附带的报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